刘俊谦、蔡思韵情侣档出席主演新戏嘅首映礼。蔡思韵透露拍摄其中一幕时几乎晕倒啊！因为喺机器上边系一镜到底，咁需要好多技术上嘅配合啊，然后开头又可能会穿崩啊，然后。跟住去到後尾嘅時候，要不斷咁樣重新去翻嗰個情緒嘅狀態，其實都幾困難嘅。去到後尾已經廿幾個 take， 我覺得已經喺精神同埋情緒上、精神同身體上都已經去到一個好崩潰嘅狀態。劉俊謙當時都在場喎，佢有冇擔心同照顧女友呢？其實又冇嘅，因為即係本身一 take 過啦，係幾難嘅。但喺成個過程當中，我覺得成 team 人係互相幫助啦。咁我同蔡思韻互相幫助啦，包括攝影師啊、導演都係好似一 team 人咁樣，所以就冇話一啲好緊張嘅感覺。兩位唔介意在情侶檔演出，不過唔演愛情片，又想演咩題材呢？喜劇咯。因為其實佢個人都幾幽默嘅，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哋有機會一起拍喜劇嘅話，應該會有一個幾好嘅默契，應該會幾開心嘅。